那一年我们两个一直在等待回中国的机会，但是一直等到了冬天，没有等来回国的消息，反而等来了这个新冠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对，那时候我们两个都生病了，然后还要照顾雷奥，然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们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。吃的一样东西啊，猎不去。对对对，去年经常吃，然后已经很长时间。中国的机票啊，对，然后准备打算回国办婚礼来着，对，打算回国 SPA 去吧，办婚礼来着，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新冠，然后把我们的航班全部都取消了，然后我们以为这个新冠也就三个月半年就过去了，嗯，结果没想到一直持续到了这个第二年的冬天。那一年我们两个一直在等待回中国的机会，但是一直等到了冬天，没有等来回国的消息，反而等来了这个
新冠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对，那时候我们两个都生病了，然后还要照顾雷奥，然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们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没有工作嘛，然后只花家里不到10万块钱的存款，花了已经一年了，基本上到那个时候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然后再加上新冠，我们两个极度疲惫。那大概得新冠的那十几天，我们吃的是什么？人家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啊。每天早上人最少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戴着口罩，然后下楼去买这个，买这个面包去吃去啊，买这个面包去吃。真的是当时特别的无助，特别的无助。也是在那个时候哈，我们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呢，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关注啊。大家给我们很多的这个钢筋大礼，给我们写了很多鼓励我们，然后大家一起帮助我们走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时光啊。今年呢，我们已经好太多了，是吧，任娘？真的是好太多了。我们对，因为我们已经一年多没吃过这个面包了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好太多了。最近呢，我跟任娘收到了很多私信啊，说心疼我跟热娘，因为最近又发现了这个新的这个毒株，什么变异毒株，那什么玩意儿的，希腊字母都快又没了啊，就那个毒株啊，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啊，那个毒株，然后说我们回国的计划可能又要搁浅了，非常心疼我们。但是呢，如果大家知道啊，我们两个已经经历过去年冬天的那场窘境，没有钱，然后还生病的那场窘境，我们感觉再就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过不去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说无论是明年还是后年，但是我感觉新冠病毒早晚有一天会消失，会大家会战胜这场疫情，我们也会能够回到中国。对，所以大家不用为我们担心啊。相比于去年那种窘境，我们现在真的已经过得好很多很多了啊。至少我们一家三口能穿得暖，能吃得饱啊。然后我们只要我们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的啊，都在一起啊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对吧？我相信等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，我们三个回到这个中国啊，办婚礼的时候，因为我一直欠热娘一场婚礼。等办婚礼的时候，虽然不是三年前按原计划的那场婚礼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呢啊，我们回国的那场婚礼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多了这几十万粉丝的见证，对几十万粉丝的见证，真的是我们感觉很荣幸啊。对，然后现在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过不去的啊，就像这场雪一样啊，虽然冬天很阴冷，但是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不会了吧？不。OK， 啊，真好吃啊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今年吃跟去年吃就不是一个味道了。对，这是幸福的味道。对，亮。哥哥。哥哥。哇。Dog, I shake.